成长20年的 Energy 合体了。我跟你说放手，不要再听你的借口。我跟你说放手，不要再当什么先生什么借口。错，暌违20年，一个都没少 ，Energy 惊喜合体啦！陈玉坤他的另一半柯佳嬿爱相随也在台下欣赏演出，不过却玩笑说自己是来看五月天的。晒出照片，写下人生第一次和男团合照 ，Energy 时隔20年世纪合体，不拍说不过去。而另一位团员阿迪的老婆美秋欣蔚也po出合照，表达激动惊喜之情。聚首站上舞台表演 ，Energy 也纷纷感性发文。队长牛奶写下：20年后能再集合最初代五人一起同台演出，百感交集，并一一向团员表达感谢。弟弟 Tolo 负责统筹整个演出，是件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。坤大则po文：奇妙又感动的夜晚，很像一场梦，既熟悉但又陌生。唯一不变的是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Energy。阿迪跟舒伟更一起特别 Hashtag： 有些事现在不做，一辈子都不会做了。不知道。为什么 Energy 相隔20年经典合体，让不少歌迷看到 Play 直呼好感动，勾起满满的回忆杀。只能说只有五月天能超越五月天，重现这历史性的一刻，替粉丝圆梦。完全乐曹雪报道。